喂个啦，哦，那干部为难了，来这个啦，老二老，这个我他等我的，他的这个对吧？给他开始吃些小药了。他叫索朗，在西藏自治区群艺馆工作，是一名象雄文化爱好者，对至今在阿里高原一直遗留的象雄文化很感兴趣。今天接到的这个电话，就是他的老师普布邀请他去阿里一起探访古象雄文化的遗迹。西藏阿里，世界上人口最为稀薄的地方，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人均土地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这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然而，就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曾经诞生过让世人炫目的历史和文明，这就是象雄，一个在吐蕃称雄之前神秘的疆域，涵盖了藏区西部、北部、东部的强大古国。象雄是横跨中亚及青藏高原最强大的文明古国，它创造了雪域高原上最辉煌鼎盛的远古文明，史称古象雄文明。中国古象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位于古丝绸之南路、天珠之路、黄金之路等交通要塞的象雄，堪称古丝绸之路驿站和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中国古象雄文明是西藏文明乃至人类众多文明的源头。在这片阿里高原上，曾经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然而随着地壳运动下日益升高的海拔，不但造成了日趋严重的沙漠化和不断变冷的气候，让游牧成为了青藏高原上的主导生产方式，也让象雄文明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尘烟中。象雄，这个遥远而又陌生的藏地文明，对于今天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都太过陌生。寻访象雄文明，搜集象雄在这片高原的文化遗留，是索朗一直的心愿。望着眼前的这片广袤无人的群山，在高原上静静地聆听那永不停歇的呜咽朔风，仿佛再一次地触摸到了象雄。对于一直执着于象雄文化研究的索朗，更坚定了此次的旅程。而他此行的第一站就是普兰。普兰作为阿里高原赋予神秘色彩的古老县城，是阿里从古至今通往尼泊尔、印度进行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重镇。普兰历史久远，在公元初时，它就成为象雄国中心辖区之一，在这里依然保留着象雄文化的众多元素。干部不喽，干部不喽，哦，哦了，这是得嘞，哦了，这是得嘞，这是得嘞，这是得嘞，俺说那么些个月了，他这他想兄给他认得的吧过了，就让给他吃下去。他说做他想兄给你吃下过的，给他吃下去。我那说，老多谢，老多谢。那边说的是谁？哦，那对起。那在香薰搞的，搞掉毛不掉了。嗯，热的在那香薰当的，可当香薰给米拉不装当的，加不跟装当的，他那个毛不是上多了。对对。다뒤뒤직탭대로탭대소때도체뒤탭대소때머리가불안한거직장사잡던데
他现在在这个月嘛了吧？他这在帝国的地方，格兰达里亚，一个就这个样子了。所以帝国的，格兰达里亚嘛，对了。啊，他这个是的，但我做我的瞧了枪杀的，当然武装就枪杀的那十只七九十年了。我做我的来不及那他，卡巴西的做起过来，不然他那马匹卡巴达，他就卡巴达生卡巴达，狼群卡巴去，卡巴西部的个区域给人来起过来。就就人家对，他不然就不然，那马家康巴就过来，马家康巴就修给，他不然打我们罗打，里面打，他就给长沙家的路说的，他找不着去。就就人家的，他的就就人家去西部路的，在外前能找不着去的，你那西部啥个前能跑上走，路当当就是黑帮找不着，然后路两队顶顶是那个嘛的。那是了，那是，那是的，就是个。面对求学若渴的索朗，热情的普布老师告诉他，此时村子里正好有一家正在举行婚礼。正好可以带他一起去现场看看。普兰婚礼不同于西藏其他地方的婚礼，在婚礼当天还要遵循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很多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非常传统的婚礼习俗，既充满温情又热闹非凡。据说婚礼中依然可以看到当年象雄文化的影子。听当地老人们的讲述，藏族人结婚的时候，经常会有娘家的或者婆家的人先跟来宾们介绍自己家族的身世，是象雄王族多少代的后裔，并以此而感到无比的骄傲。普布老师告诉索朗，在普兰，男方在进入新娘家以前，男女双方都派出机智、灵活、能歌善舞、嗓音高亢洪亮的人进行斗唱，以增加迎亲的气氛。而唱歌的方式就是男女家双方对阵，对前各堆放九堆石头，对歌时对倒对方一次就推倒一堆石头。男方斗唱迎上百首歌，过八十道关卡，才能最终进入新娘家门。马甲卡巴熊，阿里普兰特有的婚庆歌，它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和洗礼，今天听来依然让我们着迷。婚庆歌作为藏地久负盛名的一大歌种，它是一门综合了歌、颂、表演的艺术。正式歌词13大段，吉祥插曲18小段，他们的一切仪式仪轨乃至日常生活都富有表演性质。婚礼中的许多歌词、称谓、仪式，例如驱邪气、招财、招福气等，都保留了象雄的文化色彩。他当不头讲就四本经典的看的是吃法，当不经典吃当的是哟，四本经典看的少。这婆婆们那么年个读书当不的看的大了，别想想呐。他经典的头了边呐，他按中文啊些的看的是中文，清晰的看的是大了，四本吃了不是看的是中文的。我听了是，但经典东西现在忙不起，累难了对他，婆婆年年提出个吃法当，婆婆年年提个来讲，提来讲对吧？他难得是他能是经典，现在吃当经。常在的天里摩的摩摩的连接摩托对对对就不要了吧这些个东当这个拆解这个可以给那个有啊这个可以给这个东当不住了他想说的就要有点他可能路挡不路熊打量这些个挡不他能路的打扮这个恰你摸的打扮他恰的目的的话就写这个拿了给你出不写的哦多么现在摸的那日本摸的吧摸的吧他恰的不就要不了就那日剧的日本恰的说的吧他恰要到这个世界的中文他不就要不中文的他恰的摸一个的我们那么懂也打扮的这就有的中文的但是他做那想就是那做的看的不写的那说电话下面的他们没给他们写的吧他想就是过的他不让的想就给卡西中西拿了给卡西打了卡西的那混的他的路南端的习俗他人们给南端的地区进入中国的嘛都六岁的叫做我们你买就用六岁你把这里他是在想就可能给设计多几个系列的他地区就落着的过的吧对吧都设计第一个六岁你把它肯定是在推倒了石塔新郎历尽艰辛终于进入新娘家时
还要将整套漂亮的服装以及装饰品送给新娘。新娘的家人把衣服一件件穿在新娘的身上，新娘每穿一件衣服都有专门的人唱歌进行祝福。而这个仪式据说也是来源于象雄文化。水供是普兰婚礼上独有的一种祝福方式，它沿袭了古老象雄文化中祈福的方式，赫然摆在婚礼现场的当中。它伴随着新郎和新娘完成婚礼现场的一道道婚礼仪式。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藏族女子的服饰较男子复杂得多。也许各民族人们都把对美的喜好，甚至家庭的富有与骄傲，皆体现在妇女的服饰上，使妇女的服饰成为民族服饰特色与差异的主要表征之一。普兰服饰的精美独特，从眼前的这位新娘的服饰就可以看出来。新娘头上戴的装饰跟穹，脖子上的鸡裤，琥珀的珠子，到藏袍的布料和做工，和卫康其他地区截然不同。对于普兰服饰的来源，至今观点众多。其中说法之一就是，普兰妇女的头部装饰形似孔雀，它与阿里孔雀河的美名紧紧联系在一起。孔雀河源头似孔雀，它是美丽和吉祥的象征。为了使孔雀般的美丽和吉祥永生永世地存在于这块土地上，妇女们的装饰便模仿孔雀，并用自己手工缝制的藏袍和一串串名贵的绿松石、蜜蜡、珍珠和宝石，做成了亮丽的服饰，代代相传，绵延至今。而对于新郎与新娘的服饰有何特殊意义？当地的服饰专家告诉我们，当地普兰男性呢，穿戴这种龙袍的，就是家里比较富裕的。然后当新郎穿完之后，下一次他给自己的儿子或者他自己的女婿都可以。但是咱们这个女性传统服饰呢，就宣妾，他只留给自己从外面娶的新娘，他不会穿戴给自己的女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有独特，他是非常看重新娘，因为这个新娘不仅是将会成为这个一家的所有的劳务呀，还有主要的一种家庭的运作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作用。据当地人讲，这种衣服要在盛大的节日和宗教节日上穿戴，还有普兰新年的巨大场合下穿戴此种普兰传统妇女盛装。因此在这些场合下跳宣舞这种歌舞，据说来自古老的象雄文化，所有跳舞者都是新婚嫁来的女子。今天的我们无法去揣测千年前的景象，但是透过服饰，我们不难想象它的历史与遥远的古象雄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待后人去一一考证。流淌着古象雄文化的孔雀河，独特的普兰婚礼，流传千年的服饰，随着岁月的流逝，依然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普兰服饰深深着迷的索朗无法想象，穿着这么美的衣服跳出的宣舞是怎样的迷人。对宣舞产生好奇的他，在普布老师的建议下再次上路。雄伟的扎达土林，气势恢宏的古格王朝，一首古老的歌谣，流传千年的宣舞，在这片神秘的高原上又诉说着怎样的过往？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寻觅象雄。
这些遍布于整个札达地区的巍峨群山，像一扇扇冲天的大门，千百年来封闭了人们进出这里的道路。这一片片目光所及的艰难险阻，使它成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最为神秘的地区之一。在这片神秘的高原下，藏族歌舞如同阳光下穿行于雪山草原之间的一缕春风，以它独特而精美的服饰，优美而动听的歌曲，典雅而欢快的舞步，诉说着古老的历史。它就是宣舞。宣原为象雄语，翻译为藏文即歌舞之意。宣是一种抒情歌舞，距今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有独特而华贵的服饰，优美而动听的歌舞，典雅而稳健的舞步，一般在新婚礼仪迎送客人时表演，表示喜庆和圆满。最早的宣舞可以追溯到古象雄时期。据藏文史料记载，古象雄时期每当迎送雍仲本教佛祖敦巴新饶时，都要跳宣舞，舞者人数少则20人，多则100人。领舞者手持白色牦牛尾巴挥舞，舞者双臂交叉相连，以大鼓、小鼓、大法号、唢呐、铜锣、钵等伴奏，边唱边舞。在古格遗址红庙和白庙大殿壁画中，对宣舞有清楚的描绘。在一幅古格王室的壁画中，十余位跳舞的女子身披鲜艳的披风，列成一排，在身前牵手交臂，踏地起舞。这种宣舞称为古格十三宣，共有13段，每段都有独特的音乐和唱词，内容多为关于世界形成、物种起源、歌颂神山圣湖等，是藏民族原始的自然崇拜。眼前唱歌的老人叫卓嘎，是宣舞的传承人之一。他口中吟唱的歌曲便是流传了上千年的一首古老歌谣。老人说，这是跳宣舞时必唱的歌曲。老人告诉我们，自幼喜爱舞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十三宣舞的最后传人，当时就被美妙的舞姿和服饰深深地迷住，他便苦苦央求对方传授，细心刻苦的他终于学会了十三宣舞，这一跳就是几十年。老人为了不使宣舞失传，还亲自收徒。听着老人的叙述，看着老人那一张张充满风尘记忆的照片，我们似乎依稀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少女。今天晚上今早啊，今早没忙了的，没忙过没姑姑就会当那婆婆家还挺多。而当索朗问起老人为什么要传授宣武时，善良的老人告诉他，我们是他，我让新的人就过来。我了是。
Marang pu mena yang yul di le pu yara yul di kiri jawa. Oh, tidi, tamang oh tidi. 老人已经上了年纪，行动多有不便，如今除了带徒弟，已经不能再跳旋舞。但是，一谈起旋舞，老人还是兴奋不已，直言要带着索朗去看看当年跳舞的地方。尽管如今的托林寺已经不同于老人多年前的模样，但是站在这里，老人似乎又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老人告诉我们，年轻时每到藏历年、旺果节等象雄文化的传统节日时，就和其他女孩在村里空地上跳宣舞。元月十五仪式最隆重，他们会在托林寺里跳宣舞。空旷的古寺，寥落的祈福者，沿着老人当年走过的路，索朗静静地体会着，感受着这个古寺留给老人的记忆。而随着对宣武的不断了解，让他更加执着接下来的旅程。穿越千年的歌声，写满历史沧桑的老者，一座充满尘封记忆的古寺，是怎样的故事让他无法停止追寻的脚步？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寻觅象雄》。对宣武产生好奇的索朗一路追寻，来到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成立于1966年的阿里象雄艺术团，全团45个人，常年的巡回演出，宣舞蹈已经成为了艺术团必演的节目。你好，老师，我叫索朗，我是一位象雄文化爱好者。今天有几个关于宣舞的问题，请教您。好的好的，您说。哎，老师，今天老师你们排练的这个歌舞是属于哪个种类的？我们这个是也就是说古歌宣舞。那么古歌宣舞是出现在古歌王朝庆典当中呢，第一次出现的是以李小姐的形式来出现的。然后呢就是总共有宣呢有13种宣。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宣呢13种里面的其中之一。那么也就是说宣13种里面呢有前宣后宣还有各种的，所以我们这个是能够代表这个前宣的一种宣舞。在宣舞中这位男子他扮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男子呢就是在这个宣舞当中他就是主要起的一个是带着这个鼓，然后起到一个领舞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所有的宣的这个舌圈里面也好，所有的调度的当中呢，他是头一个就是走的，然后就是所有的女的跟着他，他就是一个领舞的角色。除了古格13宣舞，阿里各地区还有民间宣舞，在县与县、乡与乡之间，表演形式、特点、人数、服饰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如今札达县境内的迪雅、楚鲁松杰、沙让等地盛行着多种表演形式。宣舞是阿里地区独一无二的艺术，从象雄到古格，再到现在的几千年间，能够直接传承下来的几乎唯有宣舞一种。它很好地记录了历史，表现了高原人的信仰。宣舞也是展示民族服饰的载体。眼前的楚鲁松杰乡人，每当盛大节日跳宣舞时，总要穿上华丽的服饰和贵重的装饰。宣舞服饰由头饰、背饰、斗篷、胸饰、服饰4部分组成。精致的藏袍，身后锦缎披风，精美的缀满松石和珍珠的珠冠，额前垂挂银链，
胸前层层叠叠地挂满了用珊瑚、松石、红珊瑚、琥珀等做成的各种装饰，尽显富丽华贵。这样一套重达几十公斤的服饰穿在身上，带着远古象雄的浓重气息奔流至今，如同旷古时代的惊鸿一瞥，也如穿越隧道的历史回声。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千年已过。今天壁画中的这种骨骼宣武，正以其千百年积淀的独特舞姿与内涵，在雪域高原广阔的土地上传承开来，绽放出更为绚丽的光芒，散发出浓厚的历史韵味。这次阿里一行观看了传统的婚礼，也拜访了宣武老艺人卓嘎奶奶，其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象雄文化的多种元素体现在整个婚礼过程，包括婚礼仪式，还有婚礼服饰，还有婚礼歌舞。象雄文化依旧以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藏族人们的日常生活，象雄文化它依旧焕发出它的生命力。传统的婚俗，热闹的舞蹈，古象雄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当地藏民。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转神山、拜圣湖、磕长头、威桑、宣武，这些来源于象雄的文化扎根在这片土地。历史过了千年，它们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行走中的索朗深深为这些象雄文化而折服，一路的行走在阿里，所见所感让他的精神世界再一次受到冲击。他说，每一次触摸象雄文化，就仿佛是对精神家园的一次回归之旅。